实话，我心上孩子因为不好，乖面子作怪，冷漠的男人哭到我白，不明不白不休息明白，不在乎的倔强管谁奇迹百万，是非黑白谁能主宰，情绪很嗨啊的一些这个台词，然后我们来稍微的秀一下吧，让我们的歌迷跟粉丝朋友来抢先的感受一下。好，其实这次对我来说蛮特别的是，导演希望用我自己的声音去配，所以他发生什么故事啊，或者在什么情境里面，我就要想说啊，如果我是在这个状态里面，我会怎么做？对。然后像那个预告里面有一个，他看到那个狐狸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他就会跟狐狸，他其实很害怕，可是要跟狐狸做那种好像。化解一个尴尬。对，哎，我是不是有看过你？长得不太一样。对。哦，对，你们两个搭，互搭，互搭。好，右边，再看一下哦。哎呦。没有歌手敢叫歌迷打拍子。好，你们 OK 吗？这个速度，我先来。这个，来这个，4、3、2、1，可以吗？好，来了，不要越来越快呢。我觉得有点要数了，有点太快了，太快就像我直接来好了。OK，他其实是在后面，然后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歌。好，快乐日子一定有，家庭新鲜乐悠悠，来一起做个选择题，脑袋放空，请我选你，不要害怕，快乐随行，若是动物在这里，不见踪迹。啊，有点忘记。